跟加油了，我们是姐姐的。山涉水来到我们美丽的通道，然后给我们的小七宝，然后庆祝这个百日宴，希望我们的宝宝健康成长，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宾客们、所有朋友们顺顺利利、红红火火、发大财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最后一句啊，吃了晚饭再回去。光哥今天产量还没够哦，你要把光哥留住哦，今天要破三十哦。你们好强的，你想回去啊？一路还没过。新加坡，你笑那么大声，都看着我了。睫毛，哇，是睫毛。好了，他们真的装了灯，还有活动哎，这睫毛好翘。上去了，把它切一个红印，睫毛特别长。累的时候放松，就像一个女人一样。想睡觉了是吧？来，我们小心。要把光哥留住，今天产量没达到，回去他怪你。没关系啊，那个咱们峰峰下次一定要过早点，下次去你家，没有，下次二胎，下次你跟那个小凤三胎四胎的时候我们就来。我也觉得没有，他不行的话，他一下搞四胎的。没有，那光哥下次如果他生四胎的话那我要请五个摄影师去，我一天我要拿五十个视频，我起码带十个去，我跟你说。你们都要挑战我是不是？肯定要跟光哥学习。啊，对，这两天可能有点吵。好，谢谢，欢迎快乐，欢迎。